就是 FB 那些那个 FB， 你看他那师傅就要记得会有潜船，那个他有个粉丝团，底部就有人去夹沙泡盐的小店，很漂亮。你假使你模特在那边，你就比如就跟五号老师就叫不一样。番茄哇，好漂亮，对不对？对，他的 FB 他一个粉丝团，然后就是因为他都会在那边公布，所以我们的前四场都有公布，哎，对，这一场也有公布了，对。你说做广播了，所以公布都卖。啊，你意思是说师傅 Q 有阿姨啦，好，要跟某一大家的粉丝团嘛，要干嘛不能双播意思？但是现场有 Q 啦吼，现场的。好，哎，同学要唔要讲讲词咯？讲讲师，今夜哦，今夜哦，太高了，弟兄别搞什么行的哦，唱太把众长哭了。妈，我觉得我还是可能用国语上课会习惯一点，你们 OK 吗 ？OK 啊。对，客家话也是可以啦，我怕我平常讲的比较少一点。好，很感谢菊芳老师帮我介绍。那对，就像他讲的，我大概是从十岁的时候进入那个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去学习那个客家戏曲，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学习方式跟现在的小朋友学习方式实在是差太多了。当时的那种上课的不有趣，我还记得老师那时候跟我们讲，他说你们要记得，我们戏曲学院的老师没有三心，没有爱心，没有耐心，没有良心。他们从上课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学模式当然跟现在比是差很多啦。然后我相信在座很多新传的很多老师，可能你们也是都在国中小啊，或是幼稚园啊，是在线的老师。其实我还蛮佩服你们的，因为我有时候，像有时候寒暑假的时候接什么夏令营啊那一种的活动，坦白讲，我觉得小孩子真的好恐怖啊，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吵，都在闹，没有办法好好的认真上课，讲话听不懂，各种的闹。对，所以其实我还蛮佩服你们的。然后我今天的话。我有刚刚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一整场的活动，那我相信前面可能该唱的也唱了，然后可能关于戏曲的一些基本的认识，你们上礼拜老师应该也都讲过，所以我今天的部分的话呢，我会比较着重在于身段的部分，就是动作，因为我想啊，对我来讲，你们可以从我身上学到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部分。因为唱腔你们也都会唱嘛，基本的简单的你们都会唱，然后前两个礼拜的老师也都有教过的，那我想我就不要重复这个课程，让你们能够尽量的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个是我，没错，这是我的演出的剧照。对，然后我今天的部分的话就着重在一些动作的部分，然后希望你们可能回去的时候，因为现在蛮多那种暑期啊，可能会推一些戏曲的那种表演班或什么的，可是其实我也知道在台湾目前来讲的话，其实这种老师不好找，除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出去教以外，其实能够教戏曲老师蛮少的。那我希望就是我教你们一些简单的东西，如果之后你们自己的学校有办这样的一些戏剧活动或是戏曲活动的话，你们可以简单的，就如果真的找不到老师的话，你们可以简单的自己去教小朋友一些这样的东西。那我今天会准备一些桥段是，我自己觉得以我们过往的戏曲的一些剧目啊，或是表演上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小朋友学的一些桥段。那我七月底的时候刚好也有去教那个苗栗的国小，但是我的图片那个，我电脑刚刚被我用到宕机了，所以我现在打不开。晚一点的话，我可以给你们看。其实小朋友，我选的那几个桥段，小朋友其实要学会的话，其实蛮快的。但是就是可能你们要先会了之后再去教的话，其实是会蛮容易的。好，然后我大概简单的这个名字，实在是让我压力好大。
课程名称。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因为我希望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是幼稚园还是国中国小，那我希望有一些概念的话，如果是国中国小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小时候就给小朋友一些这样的概念了，就是戏曲是什么？中国戏曲跟古希腊戏剧跟印度梵剧是世界的三大古老戏剧，所以其实中国戏曲是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它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对，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其实戏曲是一个很美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给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说好像戏曲就是老人家在看的或什么的，它不是，它其实存在一个很古老的历史。这个 PPT 我之后可以 po 在那个群组里面，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急着拍照，没有关系。然后客家戏曲是什么？这个我相信郑老师也有讲啊。采茶戏从清代传入台湾之后呢，就是在台湾，它形成了一种独特性的客家采茶戏。台湾采茶戏跟大陆采茶戏一定有，以现在来讲一定有它不同的地方，因为经过时间的变化的关系，它有落地草的方式，经有改良，让现在变成客家大戏。那改良过程当中，学习其他剧种的剧目啊，跟表演方式，逐渐长成现在的客家大戏。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自己论文里面有写到，其实对我来讲哈，我觉得客家大戏目前来说，它还在改变当中。我自己是这样子认为。然后四个步伐，这个郑老师是不是也有讲？没有吗？我记得好像有吧。四个步伐就是我们戏曲当中可能表演上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四勾就是唱念做打，步伐就是手眼身步伐。唱的话当然就是唱腔的部分，念是念白，做呢是做表，就是一个演员的身段。打呢就是武打的部分。手眼身步伐呢，是讲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手啊、眼睛啊、身啊、脚步啊，跟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身段有所谓的套路，就是这个法，就是我们所谓的套路，它其实是一个连贯性的。但是坦白讲啊，一般要学会这样子的话，没有从小学很难，说实在很难。但是它这是一个概念。然后戏曲行当的话，像我的话，可能就选这种比较 Q 版的这种给小朋友看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可爱一点。就是生啊、旦啊、静卧丑的话，这是比较基本的五大行当嘛。但是以客家戏来讲的话，最多的就是生旦跟丑角，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也是知道。我这个本来有影片，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影片就跑掉了。三角采茶戏到客家采茶戏到客家大戏，这也是一个概念，大家就是知道就可以了。然后我自己私心想要给大家看的影片，这个桥段是那个荣兴的，还没有声音。那个。要按一下，按一下那个。掉掉了。Thank you.
如果大家如果在创作的话，就是啊，还有一点就是，
客家采茶戏非常缺剧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愿意加入这个创作客家戏曲的这个剧本的话，其实客家戏剧本没有很难啦，就是押韵的部分可能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对。我想到我再跟你们讲，因为突然有点想知道，如果你们等一下创作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来问我。那如果今天上课内容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我。那如果我今天没有上到课的，关于客家戏曲的，你们有问题也可以问我。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话，你们放心，我会想办法知道再来告诉你们。好，所以可还是可以来问我，没关系。然后这个我看大家应该也是都知道，而且讲义里面也有，我就不那个。然后这个桃花开的话，它刚好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出戏叫做《三娘教子》，有吗？《三娘教子》，《三娘教子》戏你们有看过吗？没有，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它大概就会讲说，一个老公他上京的过程当中，他去当兵了，家里的人没有人知道，所以大以为他死了之后，大娘跟二娘都改嫁了，留下一个二娘的孩子给三娘抚养。三娘呢，她说她愿意，三从四德嘛，夫死从子，所以她不愿意改嫁，她愿意抚养这个小孩子叫皮狗，她愿意抚养他长大。然后这出戏里面其中有一段叫做学堂段，就在讲皮狗他这个小孩子，他很聪明，可是他去学堂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学堂就跟现在的学校是一样的意思，有好学生，那也有比较调皮的学生。所以他在学堂呢，跟一些调皮女生在一起之后，就学坏了，他就不认真读书了。他喜欢玩啊，喜欢翘课啊什么的，然后导致他回家之后被三娘打。老师跑去跟三娘告状，三娘打了他。然后启功呢，他一开始被三娘打的时候，他很生气，他我觉得他讲的蛮过分的话。他跟三娘讲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你的小孩，你打我都不会痛？你如果大一打小孩的话，那你自己生一个来打。”然后三娘听到就整个心碎了，她就决定说，她不想要，她就决定说，原来我这么辛苦抚养一个孩子长大，得到的是这样的下场。她后来就跟家里的院工讲说，我不抚养他了，我要出家。然后是院工把三娘留下来，然后跟三娘讲说，你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一定会让皮狗回心转意。她就带着皮狗，然后皮狗就跟他讲说，院工，你看三娘不是我的亲生妈妈，她不疼我，她爱打我，你带我去找我的妈妈好不好？院工说好。院工见大家去找大娘，大娘看到他，就跟他讲说，我已经改嫁了，你们家是年轻跟我没有关系，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他去找二娘，二娘呢，他一开始皮狗去找二娘，他很开心，妈妈，你看我可以过来跟你一起住吗？三娘都不疼我什么的。二娘跟他讲说，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你要我养你不可能，我已经有新的家庭，我怎么可能再养你？后来皮狗才发现说，原来三娘才是对他最好的人，所以他后来回心转意回到三娘的身边。那这一个唱段呢，它是在学堂段的部分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给小朋友唱的。那其实客家戏曲有一个很大的作用，传教。客家戏曲不离忠孝节义这四个字，所以它其实很大的部分是在劝善的。劝善啊，劝孝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它蛮好的。你除了给小朋友唱，从那个文字的意思当中，你可以让他们知道就是上课的一些什么规矩啊什么的，是蛮，我觉得蛮适合小孩子的。只是说他们，小朋友学习状况的话，看他们状况。然后这首歌的话，《桃花开》应该大家都会唱，它其实蛮简单的，那我们就来唱唱看。我们先唱唱看，然后等一下我会搭配动作，然后教给大家。那你们回去在课堂上，你们可以自己运用，因为看小朋友的状况，你们可以把动作再简化。不是每个小孩子，因为年龄层也有差，然后调不调皮、认不认真也有差，所以你们可以自己试你们自己学生的状况，要去把动作再更简化、更精简也可以，主要让小朋友学得起来就好了。老师上一次。
醒了吗？不过我看大家都有跟着唱，谁不会唱？有人不会唱吗？都会嘛！我看大家都会嘛。那我们因为那个我可以不戴口罩，你们都要戴。对，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戴口罩会很闷，声音很闷。对，那我们再唱一次，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过。可以再一次吗？可以啊，可以啊，再来一次。哎，你等一下，你第一句跟第二句过。出现的是
自己的论文是在写剧本比较，那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押韵，它是，比如说翁跟雍，它就是一起押，因为有没有一介音，或是有没有一介音，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宽松，就这一部分就比较宽松。对，那如果你们之后有在这一部分有在写的话，要帮我之后补充我的讲义，我再传上去给你们看好了，因为我那段我论文里面有写。但是我当初在教这个讲义的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忙了，对，很不好意思，那时候在教这个讲义太忙了，所以我来不及把很多东西补进来。那我之后我再补充到我的讲义之后，我再上传到那个群组里面，然后你们可以看得清楚。好，我们再唱一次。我唱完。你看啊，你是准备几次戏法啊？都对于有点怀疑啊。郑义东董章，就是他有出现，他有一个他自己的模式，就是例如说他要转的，不会像安尼小神，当然哎，阿丹会叫小神气，对冇？哎，这个叫小神气，伊冇呢？伊真伊冇，不爱红毛多真气。啊，我们就这样对一下，郑义不爱红毛多，那我们现在对一下，对，就是。会用可能我们会对，应该是可以吧？可以。全部吗？第一段，好，再看第一段。他们会当就是没有对啊，对方没有。十大村，总三农是台村，他有不是郑老师有讲过吗？有啊，总三农是台村，两丑一旦，我上台都没有听郑老师在讲话，我都在走上，可是我都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是基本。然后但是你要老郑老师买给三舅菜菜还熟，给你有拍起胸那个乐谱诶，
做量很够，来透过我透过老师那边去买。可是就是因为那个是有版权的啦，就是还希望老师就是当时哦用那教材，好像要透过郑老师这样可以管啦，就是说要经过他的同意。因为三角采茶是一个我们的基础，所以我们为什么国中是打三角采茶基础，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十年一贯制，我们是十年一贯，就是贵州、国中、台后。十年一贯，我们两个都是十年一贯的，所以有些基础我们一定懂。因为其实刚刚没有，这个刚刚没有对，可是也是有对那个身段，对不对？因为我们三个菜场一做妈妈都采茶，你看他采了一场，你就那样长茶，那样长那种，都是这样子。男生女生是比较优秀，是这样子用，这样子男生是可以整只手，可以整只手，女生是用数优，他数数他优。所以有差，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基础，所以。男这边。会松牌在那边，总会在。哦，对哦，对哦。我不会讲，那我因为我这边记录一下，因为我怕我回去会
忘记，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有在待剧团，就是像刚刚孟华讲的，我现在我在一个是只剩戏剧团，所以我其实平常就还有在演出啦，所以如果有演出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没关系。哦，可以啊，那你们大家都有 FB 吧，应该都有吧？对，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到那个景正戏剧团，我们有粉丝专页，景正。风景的景，胜利的胜。对哦，然后郑老师的那个也可以，他九月五号是吗？九月十九，五号领票。啊，也有 FB 啊。荣兴，对，荣兴客家彩达剧场。应该打关键字就会出现。哎呀，出现荣兴海产。对啊，刷大家。我打过了，我打过了。因为讲实在话，闽南人要支持客家戏曲不容易，但是当然是要客家人才有办法去支持跟传承这里的部分，这样。对，我跟你，对我平常都在剧团。会不会有人对闽南跟客家戏、跟歌仔戏会有一些觉得哦，他们不是一样吗？你们可以要解释一下，其实是不一样。为什么这样？哦，我们在。这个要听哦，这个要听，这个是重点，因为客家，对，因为客家戏它本身的唱腔语言都不同，跟身段其实表演上也是有一些不同，对，跟有一些惯用的剧目，其实以前呐、啊、惯用的剧目也有点不一样，像歌仔戏它其实绝大部分他们在发展的时候，以前那个过程绝大部分都是演一些爱情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歌仔戏他们很多，他们在，因为歌仔戏其实也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剧种，就是传到台湾之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发展，跟彩达戏有一点像。那当然，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都会从别的地方去吸取其他剧种的东西，像比如说我们跟乱弹戏啊，或是跟四平戏啊、京剧啊，去借用他们的东西，借用他们的剧目、他们的身段、他们的锣鼓，因为三角彩达戏其实。大家有看过三角彩达戏吗？很短，20分钟，两个人、三个人就可以演完了。它就是短短，以前就是这样短短一出。那它要怎么变成一出2个小时的大戏，甚至有30个人在舞台上？它其实就是从别的大戏的剧种，像乱弹戏。你们知道乱弹戏吗？乱弹戏以前是台湾最红最红的剧种。有一句话我不太会讲，人家讲台语什么？假巴假单扎扎丁，快一快乱弹。就是以前乱弹戏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个大戏的剧种，它也是从大陆移植过来的。你们有听过花雅之争吗？花布雅布，就是大陆的时候有入宫廷的昆曲，昆曲是有入宫廷的，所以当时人说它是雅。除了有入宫廷的以外，其他所有的地方戏曲他们都说他们是花。所以呢，曾经有一个花雅之争，就是花布的其实他们其实表演的东西不比昆曲差。那后来传到台湾，台湾昆曲也是有，但曾经最红最红的话是乱弹戏，然后当然京剧也有传过来，所以歌仔戏跟客家戏从这些剧种去吸取他们要的东西的时候，大部分啊，我也是看文献，因为毕竟我没有活在那个年代过，我也是看文献，我是看前人留下的东西，他们是讲说歌仔戏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比较多。借用到的剧目是爱情戏、家庭戏的部分。那其实比较以前的歌仔戏，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一块吧。其实他们很注重小生跟小旦爱情的部分。那三角台塔戏的话，比较客家戏的话，有一点点比较不一样是，客家戏很注重丑角的部分。丑角戏可以说是客家戏的灵魂。到目前为止，很多戏曲、他们很多戏、很多剧目在演的过程当中，也是几乎啦。都会有丑角戏，丑角戏是客家戏曲的一种灵魂，所以其实我们蛮注重这个部分的。所以我个人也是觉得说，在剧目上面的选择跟角色上面的选择，其实歌仔戏跟客家戏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差异的。只是说现在因为时代社会的变迁的关系，我们现在开始做更多不一样的戏，比如说轻装戏，或是日治时期抗日戏剧。这种的话就是比较无可奈何，就是会比较像，因为就像我讲的，我觉得客家戏它并没有完全的，对我来讲啊，
它并没有完全的一个定型，我们还在做很多种的尝试，因为传统的东西要在现在活下去其实蛮难的。如果真的要卖票的话，其实坦白讲，传统戏曲卖票不好卖。对，然后政府的补助其实有限，你要怎么样去养这么多演员去固守这个传统的东西，真的是有限。所以在这个创新、求新、求变的过程当中，没有歌仔戏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很多东西会变得很有点像。可是其实对于真正传统的柯南戏或是传统的歌仔戏来讲的话，我相信它其实里面是有不一样的东西，表演上面也有点不一样。歌仔戏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注重武打的部分，在过去，但是后来因为戏曲学院，我觉得戏曲学院是一个融合这些剧种的一个很奇妙微妙的地方，它分类了这些剧种，可是其实我们客家戏很多老师以前都是学京剧的，因为以前没有客家戏可以学，所以他们都是学京剧的，所以我们会可能有些东西会跟京剧有一点像。然后客家戏可能有些老师也是学京剧的，所以他们的东西可能会跟京剧有一点像，所以导致于客家戏跟京剧可能在表演方面就是很多地方会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但是其实本质上还是不一样。对，哦，超越。大家会不会有种听不懂的感觉？不会吧，应该还好啦。就是我希望就是一个概念给你们知道而已。那这些概念我都不会考试，都不用紧张。但是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问我，因为我有时候我比较多实务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教学部分比较少，比较多的是舞台经验、舞台表演。所以对于你们，可能我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可能我有时候会我不太确定你们到底想要。知道什么，或是想要去教小朋友什么，我只能把我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告诉你。对，这样我可以分享一些，像我今天要带你们做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比较像，你们看过外台戏吗？外台戏是没有剧本，它是无中生有，它有点像民间故事，它具有口传戏、变音戏，所以它是注重即兴创作。那我今天哈，我就直接讲，我今天下午不会让你们即兴创作，对，让你们即兴创作。其实说难也不会很难。好，那个我被举牌者，对不起，我帮你们很多休息，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好不好？先休息。谢谢。一堂课就吸收这么多，对不对？也跟老师讲，那个客家戏曲啊，他有在那个 YouTube， 你知道 YouTube 吗？有。他都迷死了，是啊，他都会现场演唱的啦，你看，你把时间拖起来，不要他叫叫屁屁啊，梦话能够现场看到你的本尊表演是不要，我在想一段东西啊，我有点熟啊，爸爸可能也不会这样子。
这个地这个画面，这边是哪里？有画面，没有度有上面，从面有下，有大师，亚麻大师，出将，亚麻大师，嘿，客家戏就是这样子，戏曲的模式就是这样子，出将，一路下，就是这边是出，这边是进，所以它只能，它就是一个表演模式，啊，这大就是一个近光式舞台的表演模式。然后给你们看这个意思，就是说，等一下可能会给你们变一个故事，然后可能会，对，会有个测验，对，对，然后很简单，然后老师要继续讲课，我要走了，因为你们真的要我表演吗？这样不行，因为。卖药的，他们说，哎呦，卖药，那个表演一下，这个就叫落地扫。
啊，你把这五公分你摸光光，我给那真的很乡下，比较乡下一点，所以他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这个现象。所以在都市一定看不到，像桃园市啊，像台北市一定看不到，因为伊咧天上黑到，你看看爸个没跳都市的地方，在我们的村落，哎，我们表演一段，就是也是刚刚那一出的一小段，然后假扮，我们是假扮。一个小生，关夫人，一个小生跟，就是我是殿下，我是一个殿下，然后是刚好被人家陷害，然后掉到悬崖下面，然后被他救起来，被他救起来完之后，我现在跟你讲故事，刚刚老师也跟你讲一个故事哦，这样的教子，我现在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这故事你可以融入在你们的里面，或者是你可以心变，反正就是我们两个。是他要求说哦，拜托你，我生病了，就是被那个殿下打了屁股，打了四十大板打了屁股，所以他不能动，他生病了，所以他说哦，拜托我们两个扮两夫妻去帮忙他拿30万的那个黄金，因为他爸爸被那个人家讲剪死开刀，被剪死开刀，故说去拜托啊，去。三十礼拜两位，你可以去回乡可以看这出戏，没关系，因为这叫梅花图，几阵戏团的梅花图，因为我们刚好我们都有演，所以我就说，要给你动有福气哦，不能演三十。所以说要看你们本尊表演，牙齿拿出来，讨厌牙齿吧。哇，就是这也是你们在小小福利啊，因为刚好我在这边，然后也刚。对，然后刚好我也是熟悉这个块面，然后对啊，因为刚好我现在暂时在里面，对，我也刚好在里面剧场，然后也是刚好我们还有一起的作品，真的，然后就是对，因为我比较直啊，所以说一到九场，我还是跟新团讲抱歉，因为我真的很直，就是不对就是不对，对就是对，然后你要跟我搞规定，我会跟你搞规定，就是这样，因为。因为我在以前到现在他都知道我，因为他是我妹妹同学，我妹妹的同学，我妹妹叫温婷，他是我妹妹的同学，然后也为什么我们这么好，就是因为我妹妹，然后才跟他这么好，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很好，不用解释了、以前到现在，对啊，我们认识十几年了，真的，所以我们那我才20几岁，可是我刚认识十几年，对。家族照，我们往那边走，这是我们的座位，这是
大概是舞台的模式，就是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对对对。就没有办法学双人，可能就学单人的东西这样。对啊。好，谢谢孟文。然后，福气，真的。其实我本来还有准备另外一小段影片，是你不会怕。某一首歌真好诶嘛！开镜片去上课啊！这样子写的。
其实演戏真的不简单，不夸张。在排戏的时候，我每一次排每一次都笑到一个不行，我就演不下去。然后你也写信，再送过一篇，篇一篇，再过一遍。好了好了好了，这太有趣了。你的神量中更有大，仿佛给我牵挂，莫一张给我诉话，前面不够，也莫一面，诉尽何多，反复表明，
多念几次，就多念几次，你们把它背起来，好不好？好，狗哒哒狗哒狗哒哒狗，兔鼠引来兔鼠引，兔鼠唔引阵，心上开开足，手高跳哪去，心上开表好，天天有精神。有哪些？就是现在有在开课，有在教，就是有在学校上课啊，这样。哦，大概一半左右，大概一半。这个是很简单的。好，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这也是比较简单，是可以给小朋友尝试看看。暖西西风，哦，这个讲义里面有，对不对？我说那都错了，我应该把后面的留着，不要给你们看才对。马街长暖西西风，马街长暖也听懂，马街长暖望下街，马街买忙生来以闲爽来以闲爽，这个也可以，就是你们也可以去找一些这样的谜语呀、啊，就是腿亮这样的东西，可以给小朋友他们玩。那这个其实也可以搭配动作。如果时间来得及，我就继续把这个也往下教，因为这也其实也可以搭配动作。然后可以分男女，像我们学校，像我们戏剧的话，就大部分就是分男女，就男生问女生答，或是女生问男生答。对，左头三对西西缝，左头三对眼睛瞳，木盖三对望下盖，木灿盖满身来比闲爽来比闲爽。这真的，我觉得这个很写的蛮好的，这个。古人的智慧哦，这个也有，对不对？田壮也对，马街同时采两边，马街落下尾大过，马街同时闹田田。然后这个你们教这个其实也可以唱歌啊，刚刚这个其实也可以，好啊，他也可以啊。马街同时田壮也，马街同时采两边。马街落下尾大云，马街东西闹天天，风筝落下马街东西闹天天啊，怎么哟？对啊，其实你们只要有歌词，你们想要唱什么都可以，简简化也可以啊。马街呀，东西呀，天窗天窗来哟。对，其实你们可以运用，就是你们自己会的、熟悉的歌。或是小朋友好学的，其实都可以运用。你要用念的也可以，加入歌谣也可以。就是你们只要有这种东西的话，其实可以给小朋友他们玩。如果你觉得念的他们简单，就用念的；唱的简单，他就用唱的。要不然我们试试看，用考蛙开唱这一首，该有唱对不对？再唱一次，我们唱，你们唱就好了。来，我唱一下。
请教一下。哦，可以啊，那帮你先录一下。干嘛？九九号跟都一样，都一样啊，重要吗？就是我们没有人的声音啊，就是音乐就录音乐就好，他录音乐，他录音乐就好。前面一点来。你们其他人有想要什么吗？我们有一个人。有些人。
在接触歌谣的话，有一些小调他可能没那么熟，那会的人，那我们就是多陪他们练习几次啊。那再谈谈。都可以，都可以。
读书不认字。贫穷读君子，欣赏他看官书背书，头晕目睛痛，背无法记。什么头晕？头晕脑转，宣讲。然后欣赏。Thank you.
品嘛，就觉得说啊，怎么读这么久还在读这一本？对，是就是念的时候啦，就是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也是要情绪的。老师说背书什么好烦哦，举梦天哪，心脏还不要好，天天有精神，就是把这个情绪带动到我们这个词义里面去。因为我们不是只有电脑，我们有戏嘛，不是有戏，对吧？要带词。哒哒哒哒哒哒，都属你的，都属你，都属母阴真，心脏安排属，秋风飘哪里，心脏安排好，今天有精神，娘有你。
夜香。好，这样子看错我还是很喜欢的。好，来，哦，来，哦。
我说我有心，心藏功高。
要啊，要啊。心脏动作一段时间
后面的有看到吗？要不要前后对调？有。